今日是7月20日，即是农历的6月初三。同城话适合祭祀、动土、嫁娶。幸运的颜色是蓝色，而最旺的生肖就是属狗啊。属狗的朋友仔桃花运好旺啦，获得月老牵线，单身的人会遇到完美的情人。最美港姐李嘉欣就是属狗的啦。早排佢就喺社交网站嗰度 post 咗同小黄鸭嘅合照，相入面嘅佢着住紫色嘅 bra top， 身材 fit 到爆啊，成个人都神采飞扬。既然今日行桃花运，不如就着靓啲，同老公许晋亨一齐出去撑下台脚啦。属兔嘅人今日事业运非常之好啊，你哋一定要相信自己啊！今日嘅幸运星系金牛座。今日你哋嘅幸运指数系排第一啊，感情生活更加之系如鱼得水。唐诗咏就系金牛座噶啦，唐诗咏旧年约满离巢 TVB， 无约一身轻嘅佢，生活得相当惬意，周围飞去旅行添，仲跑埋山啊！而家咁自由，仲可以拍下拖啦。今日嘅桃花运都唔错、啊，记得出门行下，见到中意嘅就唔好错过啦。除此之外，今日的天蝎座同埋巨蟹座财运都唔错、哦，投资可以进取啲。文怡啊，寻日你系咪话想揸的士嘅？梗系啦，乜你唔送我咩？你仲话好清楚香港嘅地理添噶嘛？系啊，随便考我啦。好啦，以下边一个香港嘅地方系真正存在嘅呢 ？A 一支公 ，B 五块田 ，C 九条路。我又俾啲时间你谂下啦。一定唔系一支公，咁答案系咩呢？九条路咯，我睇阴阳路嗰阵啊，好似听过呢个名噶。有错啊，系五块田啊，佢喺清水湾噶。我谂我都系唔系好啱揸的士啫。其实你系可以上网查嘅。好啦，我哋听日再见啦，拜拜。